你看，你看，哎，这个角度好哎。你说吹风机吗？对，这个吹风机，这个角度还有这个镜子，这个角度好哎。这个镜子角度照的真好。我觉得我下面那个也不错啦。镜子哥被夸奖了。小宝战士 5.0 代表说有 1.0 跟 2.0。4.0。我是不知道啦，晚上没有咯，晚上没直播了。晚上有人刚刚在已经在我旁边哀嚎。瞪着我说：“我饿了，我在等你呢，等你直播结束，说我一定要打完这一场，就去吃饭了。”嗨，翠翠，耶、yeah! ！请问你把我放哪里？他有啦，他先跟我拍完。不是，是另外一个说勇说嗨佑哥的，你好可爱！哎，他直接把他们吹风机放到哪边去了？吹风机表示尴尬。不对，是对面的那个貂蝉表示无言。貂蝉表示：“难道我就不可爱了吗？”啊，不对，阻止了。哎、欸，我把对面小野拉出来，我好，我要死了！来了来了，陆家爵帮我回血，他好棒哦，好棒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被，你的上路。放心，跟你说，身为一个专业的勇呢，好不好？就是要来通吃兵线，没有啊？我跟你说，现在尾刀小兵，好不好？真的很重要。尾刀的钱会多40%，40%、啊。一只金钱兵前期算100块好了。你有尾道跟没尾道差很多，有尾道是100块，没尾道是60块。不然我们来试一个尾道的，尾道是98块。我们等一下去试一只没有尾道。我替他 IIP， 哎、欸，你可能要被冰哦，你可能要死喽，冰两次。对面那个妹子也太会了吧！他很厉害哎、欸，他刚刚直接把我冰冻哎、欸，还有瞬间短袖感觉到冷哎、欸，一阵凉意哇！哦，难道这就是幸福的感觉吗？哎、欸，对面的蓝让给谁了、啊？对面没有蓝。他们家瑞克身上是，他们家奎伦身上是没有蓝。哦，因为蓝出。哇！来来来，艾米丽表示他可能要吃龙龙吗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，他把龙拉出来。没有对面打野的位置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打野说没有要打，打野回去吃蓝了。没有对面打野的位置，这边吃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哦。哦，专业尾刀流，棒！哇，卡墙！杀死他们！杀死奎伦！加油，穆家爵毒死他！有大招射死。又来喽！又来喽！哈哈哈！哇！你们真的很棒棒！请叫我啦！哎、欸，你们，又哥还我人头！我就说吧，我专业，身为专业的勇呢，这个尾刀，专业剪头。抱歉，翠翠，因为他把翠翠杀了。讨厌他！有了021这个战绩，我就不想多说了啦。发出一个攻速，谢谢。不知道我在哼屁哼。永不言弃的心。哎、欸，上去了，三只都上去找你了。勇，你那边要死了，有奎伦跟貂蝉啊。干嘛？真的啊。我看到貂蝉啦、啊，我看到她美丽的身躯。可是我没有看到吹风机耶，吹风机。跑去找插座。吹风机跑去找插座，插座可能是飞类的二技能哦。哎，下路有人去找你了，弗洛伦，弗洛伦，不对呀，哎、欸，这只，
哦，没大招，没大招。欸，他很惨耶，你大招不啦？奎伦来了，奎伦来了。可恶，那个奎伦挡掉我的大招，不然我想射那个雕雕的说。雕雕。不是啊，我大招他就射那一格。连他一起跑。我跟你走。嘿嘿，他剩半血了。哎，我去反蓝，去反蓝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是一个奇妙的换路啊。我没蓝的，我没大，我十二秒大。哎，有人冲进去了，小心你的发型会乱掉哦。没有你的，小心发型乱掉哦。我回家喽，你看我的蓝。哎，啊，他们不要上路了。貂蝉绕，哎，貂蝉绕路，哎，哦，还有瑞克。看到咯，欸，我上不去啊，貂蝉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打这只啊，你要干嘛？这边没兵了啦，等一下又要冲过去保你。我不想吃那个，吃那个超危险的。想对我家的翠翠干什么东西？说人家很可爱，还硬上，人家就说不要了。人家就说不要了。没射中，我来救你啦！我要打字，我刚出新影片，记得关注我。耶！对不起啦，雕雕，哎呦，不，我错塞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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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我错啦，我不是故意，我是有意的，我不是故意啊，我是有意的杀了貂蝉。现在有人的那个装备出的很乱，辅助装呢没有升了大格的，然后他好像要出爆裂，又好像要出，他好像要出爆裂，又好像要出恶魔，你看他的装备。好乱哦，每一个都是小装哎，哇哦！有什么就点什么嘛，出装了啦，我出大的了啦。貂蝉自己冰自己，要被毒死吧？耶！姐姐很棒，喂，姐姐，姐姐过来！姐姐是谁？姐姐是谁？给我解释清楚。姐姐是谁啦？哇，被冰到一个大招，我就死了。我的眼中只有拆塔。我的眼中只有拆塔。快点帮他打！哎，我觉得你们根本只是想要打架，哎，兵线都不清的啦。只要我一个人那么清兵线超无聊的。我要去保雪绝了啦，雪绝正在這裡。对吧？要保是先保我啊。你离我太远了。你离我太远。我是为了清兵线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来找你。为国家做事情。哇！我吃古龙罩在那龟呢。哎，我跑好快，我怎么跑这么快？我就知道那个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个瑞克一蹲在草里面，都当我不知道。他走了，往左边走了。那打貂蝉在哪？草里，我就蹲在草里。
戏？没有，只是暂时按个暂停而已。左边很危险。有没有这个撞？直接让他升。哎，中路有兵啊！那说一下，这个那个。为什么欺负我们？是刚刚穆家爵开大帮我补血，我有给你辅助装，你那个放恩负义的臭大便。好啦，那我们这场就到这边喽。全服最强福禄伦又拿到 MVP 啦。哎，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强哎、欸。嗯，我超放心，而且还能保护我。好像我完全没有保护我啦！有最后好，最后，刚刚我说你要来保护我，结果他跟我说我离你太远了。弹开，我有弹开，可是卷卷也需要我。好啦，那我们影片就不是直播就到这边喽，结束喽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啦，拜拜。